卖咱会当，即卖要一个综合坐谈。坐谈了，你也讲对这个一二三，就小可会看出讲，联合国军官保护之人民的主角官，也就是会使讲一个真典型，所谓这个第三代军官、集体军官的表现，一个人民主角官的这个落实啊，需要经过的这个专门的这个参与，并不是讲干那个人的当下。啊，但是咱讲国第二，联合国人权保护是公民甲政治权，这常在是予人感觉讲是第一代人权，第一代人权，伊迄就是讲为西方国家、后为国家的时阵，拢特别强调讲啊，政府什么代志袂使做，政府什么代志袂当做，啊，伊是讲要爱有这个言论自由，种种伊啊。啊，第三讲联合国人权保护跟这个经济社会甲文化权。最了就是讲，常在讲是第二代，第二代讲啊，你有迄个像讲平等权的时阵啊，但是你迄个经济啦、工作机会啦，种种拢无，到底是毋是这原来是国家社会爱关心的这代志安尼？啊，所以咱是这三方面啦，今仔拄啊有三位真啊，在这方面真会当甲咱好好报告啊。激励咱大家进一步的这个思考吼，那所以就讲，联合国人权保护人民主角权，以外郑庆平副部长教授，伊是清华大学科学科技发展研究所啊，过来关于这个我邓秋平，直接的邓秋平，联合国人权保护的公民甲政治权啊，就是吴国昌教授博士，伊是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啊，佮伊个佮邓秋平是一个啊，林家豪教授伫政治大学法律系，伊是联合国人权保护的一个经济社会文化观。较早廖教授伫报告的时阵，有伫提起讲啊，就劳工方面三会，就这方面真侪有关的代志拢清楚，佮真深的研究。啊，所以今咱就请因来。甲咱报告一下，啊，吴国昌教授拄啊报告讲，公民甲政治权，我看大家拢伊拢真熟悉，即真侪，请你请咱来台湾，在这方面呢，来讲，讲对三一八，讲蔡英文运动，就是真正讲公民权、自由权的一番落实安尼，啊，无咱请这个吴教授甲咱报告。但你首先要讲，廖教授，在座的黄教授、跟林教授，各位观众，大家早安。啊，今仔日真欢喜吼，有机会来参加这个会谈吼，因为不是光是主角啦吼，最主要是因为廖教授今仔日报告咧，就是为着全面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年。啊，这联合国当然是甲台湾的人权，甲全世界人权的规范甲实现拢有足大的关系，所以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会。啊，今仔日拄开始的时阵吼，咱理事长讲这个台湾甲主权这个物件吼的关系是所谓台湾是一个有效的实现自决权的这个范例，他们是讲咱，因为咱台湾是一个 nation in the making， 咱是一个伫建立中的国家，所以透过这个国家的建立来实现人民自决。那当然对台湾即卖法律地位，各种无同款的讲法，历史上的讲法当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讲法，啊，另外当然嘛，我相信在座。应该嘛是有人认为讲台湾即卖要是伫占领的掌控之下吼，所以说占领论，所以啊占领理论的意思就是讲台湾即卖也袂独立吼。啊，另外一方面嘛有过去包括蔡英文嘛是认为讲所谓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种所谓现状论吼。啊，所以这些现状论。
认为讲即马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哦，即马是统治台湾啊，慢慢啊透过台湾内部的主管哦，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哦，这种关怀。我想不管是哪一种关怀哦，拢甲人民主管这个观念是相关的哦，就是讲。不管是咱是 nation in the making 啦，还是讲透过占领的状况吼，咱要以后独立变作一个新的国家，还是讲转化中华民国变作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吼，拢是一个人民主权块实现的一个方式，还是一个内容啦吼。所以啊，人民主权是相当的重要。啊，虽然讲长期以来吼，尤其是最近吼，大家拢。看到新闻头顶吼，那是出现我的名，就是刚刚在批判蔡英文讲伊所谓 status quo 吼，就是现状论这个观念吼。啊，我想我是一个善意的讲法啦，就是讲，你要讲现状，当然我希望讲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嘛，跟联合国有关吼，就是讲，当初联合国成立的时阵吼，全世界50几个国家。啊，不过到今仔日，全世界已经194个国家，哦，就是讲国家的数量增加差不多用要3倍，哦，啊，不过地球并无变作3倍大，表示讲什么呢？表示讲啊，透过人民主权，哦，行使分离权，建立新国家，是一个透过联合国，对人权保护的这个大的规范结构之下，吼，所发展出来的趋势啦。那这个趋势当然就是咱追求 status quo 吼，所以对追求现状所要了解的这个基本的实在。咱若是要追求现状，当然嘛是要追求这个吼，把这个现状我都推向独立国家啊，甲其他的国家平等共处的现状。啊，拄只嘛，廖教授嘛讲到讲，这个 ICCPR 吼，还是 ICESCR 吼，就是这些两公约，当然是形式上是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伊家批准的吼，当然是咱因为台湾不是这个国家，所以咱无法度送予联合国的秘书处来交存，所以 deposit 吼，这个文书无完成。吼，啊，不过我想真正对两公约。哦，尤其是人民主权相互贡献的，当然是阿扁啊总统。哦，虽然讲即马足侪人感觉讲阿扁啊，因为贪涉着所谓金钱的代志，哦，对伊不满，还是讲对伊批判，吼。啊，不过我会记哩有一届吼，差不多是迄阵伊拄去互人掠起来迄段时间，吼，我请两个吼加拿大皇家学院的院士，哦，啊，另外一个是。对咱台湾相当友善的吼，啊，不显贵姓的这个夏威夷大学教授John Van Dyke吼，迄阵车来台湾演讲，啊，一路阮坐车经过南港吼，拄好就是一个南港迄个展览馆，拄好牵涉到阿扁的代志的吼，因两个人拢讲，全世界倒一个总统无提钱，吼，就是讲提钱并不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上大的问题是讲。为什么大家，尤其是国民党，遐讨厌阿扁？哦，就是因为伊当初，迄阵第一届咱想要批准两公约的时阵，迄届啊，吼，迄阵阿扁还要咧做总统，哦，国民党对这些人民主权这个条款是要求要保留的，哦，所以迄阵阿扁啊，拒绝甲伊送到立法院去，吼，这个事实是大家应该要了解的，吼，所以当啊，第二就是讲。在伊个任期内底吼，伊煞一边一国啦，也是入联共同，啊，甚至伫教育头顶啊，也是政治头顶，哦，包括国营事业去中国化，这拢是等于讲，让台湾有法度实现这个人民自决权的这个表现，哦，所以这又是为什么国民党也是反对伊个人，遐讨厌伊个上主要的原因，哦，啊，马英九虽然是批准。两公约问题是伊从来无想要实现咱人民自决权，所以我想这必须要对这人民自决权的这个实现伫台湾的意义来讲，爱听咱这个台湾总统这个公道了吼。
啊，咱对人民自觉权的了解吼，足侪人拢认为讲，人民自觉权是一个固的观念吼。啊，毋过其实拄则李署长已经讲啊，吼，这咱的人权有所谓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吼，人民自觉权，实际上是一个第三代人权啊，表示讲这自觉权的内容到今仔日也是一直咧伫吼全世界的国家实现中。所以并不是讲因为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自觉权都无应该阁继续行使啊吼。所以我伫我的简单的报告内底有写讲吼，虽然讲当初联合国宪章内底对自觉权的行使吼是一个足简单的规定，然后有两个。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吼，所以1514号甲1541号吼，啊尤其是1541号甲后来2625号这两个决议吼，敢若有一个意思讲，若是咱已经行使过一届自决权，还是讲已经建立一个国主国家以后，都袂使阁行使自决权，袂使破坏这个国家的完整甲独立吼，所以因为安尼。我想台湾嘛，足侪通台学者拢认为讲，台湾不应该阁行使自觉独立啊，因为已经是一个中华民国，所以袂使破坏这中华民国的完整性，也是讲包括后来中国的反分裂法啦，到即马上新的所谓国家安全法，拢认为讲，也是台湾宣布独立，那都都是违反国际法啦吼，也是都是破坏中国伫1541号甲2625号决议内底所。应该要摕到的这个主权完整甲独立的这个权利，吼，我想这个讲法是相当的偏颇，也是讲相当的无正确，吼，因为照联合国这几年来，应该讲对联合国成立以来到今仔日，吼，所有的实现啊，拢会使看得出来，这个讲法是无正确的，吼，因为。不光是讲伫实践头顶，包括联合国帮助东帝汶啦、帮助科索沃啦、帮助巴勒斯坦啦，吼，独立，也是讲建立独立，也是讲透过欧盟对欧洲的这个，尤其是前苏联的国家，要承认因的时阵，设立行使主权作为承认的条件，吼，才会。作为啊，拢会使看得出来讲，其实到今仔日吼，你若是受到这个主权国家的压迫啊，还是讲在伫主权国家内底一群人，因为受到差别的待遇啊，还是讲甚至伫文化生活头顶，还是政治生活头顶，希望维持甲主流国家无共款的状况，你拢是。会使继续行使分离权来独立，吼，所以对联国际法院吼，伫个科索沃迄个片面宣布独立这个案件咧，咨询意见，咱蛮先看会出来吼。国际法院对这个科索沃片面宣布独立吼，采取的解释就是讲，只要那毋是有一个国家吼透过伊的介入吼来影响。另外一个国家的完整的时阵呀，这个国家内底一部分的人民宣布独立，并无违反着国际法，哦，所以科索沃虽然当初已经行使过两届自决权，啊，不过这第三届也是受到国际法院的困定，是讲会使再次的分离，再次的独立建国，哦，所以我想，安尼的发展对台湾有一个足大的启示啦。那不管是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还是讲这个国家对你偌好吼，包括即摆中国嘛是同款吼，对台湾用各种的金钱的方式啦，还是讲其他的利益的方式吼，来吸引台湾人，就是拄则拄开始的时阵，咱李署长讲的，就是讲寄望于台湾人民，都一方面寄望，一方面就是用金钱啊，用利益来诱惑你吼。不管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我想拢无影响到咱台湾人会使选择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权利。哦，我想这是联合国的实践加国际法头顶的发展拢承认的一个代志。哦，啊，因为即马全世界国家有195个国家，94个国家，所以表示讲
其实你若是想要透过个人，还是 一部分的群体哦，要行使自觉权，还是行使人权的保护，其实是相当困难。意思就是讲，即马大部分的国际人权公约，伊较管理拢是爱透过国家哦来支持来实现哦，所以咱若是无家己的国家，无一个人民自主权来作为基本，想要实现后壁所谓的所谓公民啊、政治啊，是其他的人权，我想相对来讲是相当困难的哦。啊，其他国家无也无可能介入来支持哦。啊，讲到这，当然。我也是想要反映到长期来咱台湾内部的问题吼。其实台湾内部诶，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咱台湾人，还是新移民吼，还是原住民，我相信无一个部分的人是真正希望受到中国的统治啦。问题就是讲，为什么咱无法度对外一致吼来提到？这个主权权，也是讲建立一个国家。我相信是因为咱内部有足侪矛盾，包括长期以来，无同款的阶级，哦，无同款的民族团体彼此之间这种紧张，也是压迫的关系，到今仔也是也未解决，哦，所以请大家同时嘛是爱注意到2007年的时阵，哦，联合国的大会嘛有通过一个原住民的。这个宣言哦，这个原住民权利宣言哦，基本上是承认原住民嘛是有伊的人民自觉权。啊，我这原住民的自觉权伊的意义哦，我想咱台湾其实有相当进步的立法哦，就是咱的基本法长期以来都已经承认咱原住民的自觉权，包括后壁咱也才看到原住民对伊的传统领域啦，对过去好因。咱汉人所侵占的遮个自然资源的权利，吼，我相信咱也是有法度对内部来解决原住民的这个自觉权的问题，吼，咱台湾上少上基本来讲，都已经摕到对外行使自觉权的这种共同的基础，吼，所以咱不只是干呐追求咱台湾对外。建立独立国家的自觉权的内容，咱对内嘛是应该先解决咱家己无同款的民族团体啦，啊无同款的阶级彼此之间的这种紧张也是矛盾的关系。吼，若是内部的问题无解决，我相信这个对外的主权权要认识、要行使无遐简单。吼，所以嘛请大家在讨论自觉权的时阵，我应该袂记哩。这个2007年，这个原住民权利宣言内底对人民自觉权的另外一个解说，以上是一个简单的报告。谢。感谢咱吴教授的报告吼，伊对这个人民主权关于一般性的这个甲咱报告以外，伊对这个原住民。宣言啊，咱台湾原住民应该有诶，即个主权权有真深入诶，即个研究，我感谢你，吼，真难请国教授，向教授来甲咱报告。电话可以得不？